好，走喽。等到我觉得设计也怪怪的，大家为了要最终效果、两天效果，如果这么多，这个双两天效果的加成真的是太大了。里面就已经少了四加的优势。配件那个其实效果只有三发太少，你至少要让配件的去掉到8发，这样的话你的炮火效果变化很大。我真觉得打不准，只要电工一死掉就会灭团。没有了，满了满了。你看，其他人都爆了。所以现在是沙西米跟 RKO 小雨，我们在打那个吗？
三颗都挂同样地方了。Agents, if only you could see the smile on my face. I was hoping the division would show up to this party.